一定要让女人舒服，你做男人才有话语权。很多男生明明对女生想法特别多，但是又特别的怂，关键他还装绅士。其实我觉得吧，真没那个必要。男人脑子里想的那几样东西，女人能不明白吗？只不过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是他懂你的图谋不轨，你却抓不住机会，见缝插针了。这大眼瞪小眼的，就是不行动。可把别人给憋坏了，他们可以为你憋上个一天两天，但时间长了，肯定是有憋不住的时候啊，那他不得换个男人寻找安慰吗？做男人嘛，胆子大一点，在你们和女人接触的时候，主动的去制造肢体接触，例如啊，当你们四目相对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慢慢的靠近他的脸，如果他闭上眼睛或者是往前凑了。不是很生气，但是也不关心啊。就是你那个尺寸不能有怪味啊。我建议你们在准备跟女生接吻前呢，多喷一喷这个左缘右侧的口腔喷雾，它呢是这种液体质地啊，绵密的喷雾，它能够渗透口腔的各个角落，让你说话间都带着一种薄荷的清香。它刚闻上来那种甜甜的、凉凉的口感，没有几个女生能招架得住的，相信我。被女人盯上的男人，能有几个逃得掉呢？赶紧去试试吧。